原标题，他是老蒋的侍卫长。淞沪会战大杀四方，后霸占了毛人凤的遗孀于几时，在国民党内军衔一般，只是区区一个中将，但他一直以来都在担任蒋介石的侍卫工作，长期跻身于权力中心，所以他在军中职务很高，最高时曾任第36集团军的总司令。同时于几时也是蒋介石的侍卫长，即使蒋介石退守台湾，安保工作也依旧由于几时负责。大体上老蒋能算是一个儒将，所以不知道的人都以为他身边的人也都温文尔雅，但于几时却在反方向走了极端。于几时是个暴脾气，本着能用拳头解决绝不多费口舌的主张，于几时经常动手打人，他的部下都是被他用拳头调教出来的。这样的性格让于几时在战场上成为一名猛将。时逢抗日战争，于几时追随张治中军长任第88师师长。于几时奉命参加淞沪抗战，负责镇守江湾北川清庙行阵、诸项治运枣帮之界。当事时日军出动飞机大炮，对着88师阵地一阵狂轰滥炸，随后清朝出动，目标直指庙行阵，沿途阵地毫无还手之力。此时于几时披挂上阵，指挥部队发起反攻，在宋希濂和张炎的辅助下，对日军呈夹击之势，最终遏制住了日军的疯狂进攻。因为于几时身先士卒，他的腹部受了重伤，但脾气火爆的于几时非要和日军拼个你死我活，最终是张治中军长动用军令，才将于几时从前线拉了下来。被及时送到医院的于几时这才勉强保住了性命。因为两伤的缘故，他师长的位置被他人接替，所以伤愈后的于几时被调去了浙江担任保安处长。少将级别的处长可不多见，又因于几时能力出众，所以整个浙江省的安保工作都由他来负责。于几时遂拟定了一个整编浙江保卫团的三年计划，报批时却遭省政府冷眼看待，拖延而不处理。一气之下，于几时直接把计划送到了蒋介石面前，蒋介石不仅不责怪其僭越，反而准予其事办，并将浙江省主席痛骂一顿。但于几时并不罢休，他暗中调查是谁搁置自己的计划，最后查出是民政厅长杨绵仲从中作梗。随后两人有机会碰面，于几时对其破口大骂，举拳就上，吓得杨绵仲一溜小跑从侧门溜走。退守台湾之后，于几时不仅受到蒋介石宠信，也为蒋经国干扰徒弟，所以一直得到重用。在毛人凤死后，他还将其美貌遗孀据为己有，因其凶狠也没有人敢指指点点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